位亲爱的嘉宾，各位亲爱的家长，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义国小弦乐团，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艺术的殿堂奇美博物馆。今天呢，由我们带领孩子用音乐给我们度过一个浪漫温馨的午后。那首先呢，我要请我们的大家长，我们 A 团的指挥，我们的教授者张老师来支持。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就是来自台南的北方，但是还没到嘉义的新营国小。那我是新营国小学妹团，今天我们把全部的小朋友都带来这边，然后我们有西团、B 团跟 A 团的小朋友这边带来美好的音乐，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子。那希望大家在欣赏这次的名画的同时，如果觉得排队太累，或是觉得看画看得有点累，可以来听听小朋友的演出，然后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谢谢大家。来，谢谢。接下来是由我们的 C 团，我们 C 团陈君加入我们西国小学乐团不到一年，他是我们的小小孙立君。虽然年纪小，但是 C 团的小朋友却有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舞台经验。今天就由我们最萌最样的宝贝们，为我们带来《蜜蜂就工》《小星星》和《音阶进行曲》。在前面两首的歌曲里，他们都是耳熟能详、有名的儿童民谣乐曲。小朋友从书籍到公园学习，到现在可以进行两声部合奏。等一下，第二首《小星星》，仔细听听哦。除了主旋律之外，还会听到另外一个声部配合和声，让乐曲更加丰富有趣。First Game March 是由低大调音阶进行曲，听起来非常有精神、有力。透过低大调音阶，八个音组组成了一个美妙的曲子，然后制造出更美好、美妙的音乐。相信大家都很期待他们的演出吧。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指挥老师王林王老师。
的学习音乐，在乐团中培养友谊，并开始参与各项演出和交流，给孩子们更多的舞台，也开发出这群孩子的无限潜能。他们要表演的歌曲是《樱桃小丸子》主题曲。《樱桃小丸子》是日本著名的卡通，在1994年开始在台湾播放，也是日本台湾的樱桃小丸子主题曲。主题曲也成为大家朗朗上口的乐曲。这首主题曲取名《我都要蹦过的你》，作词Sakura Momoko，作曲编曲织田哲郎。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轻松又可爱的乐曲吧。
在2011学年获得全国音乐比赛中获得特优的佳绩，而在2012学年度台南市学生音乐比赛更获得了特优第一名的殊荣，并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公益演出。接下来 A 堂将表演的歌曲由四季小提琴协奏曲下第三乐章天空落水逆风飞翔孤儿的移动城堡电影配乐，其中天空落水是一首客家山歌，天空落水在客家当中是最为台湾民众所熟悉的客家旋律，即使不是客家人也能够哼上几句，而其中的逆风飞翔更是在2006年歌手萧煌奇收录于专辑中，由陈玉婷作词，萧煌奇作曲，旋律优美动听，而且歌词充满励志的精神，其中有一段他说，逆着风也要飞翔，很辛苦也要坚强，带着梦想去飞翔，鼓励着所有即将毕业的新兴学子们不畏艰难为梦想前进，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励志歌曲。孤儿的移动城堡电影配乐，作曲家久石让替吉卜力工作室提供了许多不是脍炙人口的电影配乐，其中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龙猫》《神隐少女们》，而这次的孤儿的移动城堡配乐更是非常的动听著名。而第一首我们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下第三乐章，四季小提琴协奏曲是巴洛克作曲家维瓦蒂所创作的乐曲中最著名的一首，此次演出的下第三乐章曲风曲落紧凑快速，考验着演奏者的技巧以及稳定性，接下来请将您的双手借给我，让我们一起欢迎我们指挥老师张韶哲张老师。
有着很强大的力量，能带着每个人搭上时光机，回忆心里和脑海里深深的美好。最后，由信义国小弦乐团全体大合奏，为大家带来一首最有温度、最暖心的乐曲《感恩的心》。Thank you.
在我们要拍一个大合照，来，各位学员，请我们看上面的摄影机。来，我们今天的徐艺会长，来，快说。来，现在我们来，对，我们都举上前。来，一。来，现在有请我们所有的巡乐团的后援会家长，还有指导老师，还有所有的家长们，我们全部入镜，不然小朋友的手会很酸。来，我们先把手先放下来。来，欢迎我们的家长一起入镜。来，我们到摇滚区。指向